我从养鱼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来做引申了。好多人都曾经问我包括昨天吧，我一个学弟在金源光电当资讯部的这个主管，他协理是叫姓施姓施。因为他知道说我11月11号会讲鱼方面的，他就说十几年前就知道我的一些事情了，他没想到说我居然是那么会养鱼他很想要去听，可是呢，那几天他人要到大陆去，有差事要做，他有一个9岁的女儿，很喜欢养鱼，可是没养意思。他发现来讲不能乱养，这个来讲的话是一定要先培养一些常识然后是循序渐进这样来说。那养鱼我的回答来讲的话是，其实是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一缸水呢去养好，你里面放什么东西都能够养的。因为它是一个生态，如果说是你鱼养的多的话，是吃多，然后是吃喝拉撒都在水里面，它的水质很容易就坏掉，然后鱼就会死掉，直到到达一个这个均衡的一个状态，那鱼又可以活得好好的。所以呢，如果说是用这个来引申，在讲人生修炼、修养之道修炼之道。其实来讲的话，就是去贪而已。这个贪来讲的话是很广义的比如说，你只要有一件什么事情来讲的话是学长有邀请，这个是台湾技术工会的这个理事长，我们成大的土木系的学长，他现在要去洗手间。你们不要看说哇，像人家国内毛先算东西这个来讲的话是我们人你看这里头来讲的话是有好多人生来讲的话是真的很顺的，不管他是有多少的财富，他很顺，那也是。他的修炼得很好，或者是正好他的言行举止来讲的话是很符合这个，把这个贪把它降到最低，那我在讲的一个具体的，就我们人很确定的告诉各位是好几次好几次，你这个如果说是有这个灵能灵魂这个基本上是不灭的，基本上是不灭的。可是呢，在不同的这个时空当中，你在转换的时候呢，这个肉身跑不过来，但是那个信息那个信息会跟着过来。所以各位这一生有很多事情来讲你好像无师自通，其实是你以前来讲学过了，理解过了，你带过来的。因此呢，我们现在这种年纪来讲你不要就是说真的都把它放空什么事情通通都是鱼双完水而已你还可以找出你兴趣的东西，你好好的去学，你学好以后，那个下一辈子来讲或者那个寿命来讲是也是会让你日子过得还蛮不错的这个信息带过来，带好的就很好。可是万一带不好的来讲那个就叫做习性习性。那这些习性来讲是会让你在这一个时空会去 招惹许许多多考验自己的那一些难题出来。那我把它简化归纳，就是四样，
第一个就是私心。原来我们出生的时候，小孩子来讲，是你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开始会抓的时候，你就把它抓得紧紧的。人家要把你拔掉，绝对不肯的，那个没办法，这个是与生俱来，我们必须要去克服的。那因为你要求生存，你要吃饱，你必须很自私的。可是呢，当你有的时候，你要放开，你要放开。你当你有的时候，对不起，当你有的时候你还抓得紧紧的时候呢，就不及格了啊，就不及格了。啊，好多人来讲话，他因为私心，经营公司，或者是当个首长，只用自己喜欢的人，啊，只用这个某种人，然后他不喜欢的来讲的话是，他就永远不去接触的时候呢，他就有一大半的资源没办法用，没办法赚，啊，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说分别心。当我们人，哦，稍微长大以后，你对我比较好，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对我没什么表示啊，那就开始有分别了。我有好东西，我给他吃，我不给。对，那如果说是你是当个首长，或者你是当个企业主来讲，或者是你养一缸鱼，哦，我就是喜欢这一只很大的这个，比如说红龙吧，啊。所以是，我就去研究啊，他要吃什么？吃蟋蟀啊，吃蟑螂啊，或者是吃泥鳅啊，那他吃得饱饱的啊。啊，其他的这些小鱼来讲的话是，你只顾着这个，你有分别心，因为它又很名贵，又很漂亮。那到最后来讲，它是红龙一直大便的，那水就臭掉了，它臭到最后小鱼先死了，它到最后连大鱼也死掉了。啊，就是你不要有分别心。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有，哦，找志同道合你创业，可是到最后来讲的话是你必须要容纳各种不同的人才，不同的个性，啊，那种分别心，当你分别心拿掉的时候来讲是，你就可以有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这样子来做。那另外呢，所谓的杂乱心，啊，杂乱心来讲的话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就是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或者是不问后果的，然后呢，一直像我们现在环境被这样破坏，就是你矿产一直在挖，那你生产的工厂来讲的话，现在废气一直在做污染，这种来讲的话是破坏环境，到最后来讲的话是同归于尽。所以呢，这个杂乱心来讲的话是尽量的避免。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是我们跟一般的禽兽不一样。一般禽兽来讲的话是他不管那么多，我不管明天，不管他的下一代，不管这个生生世世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那最后的一个习性呢，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贪婪心，贪婪。合理的，你去取用，那个不叫贪，啊，那明明你吃饱了以后，你还在叫什么鱼刺啊，或者在叫这个，你觉得说不这么花不爽快，这个钱花不完，那个你就是对自己很残忍，不该吃进去的，你为了要满足这样的一个口腹之欲。真的是伤了你自己，啊，然后有些人来讲的话是为了不该有的，他无所不用其极的，然后用的太超过了，他就铤而走险，他走在法律的边缘，或者是他甚至来讲的话是就是触法了，那到最后来讲的话是都是现吃包，我们可以看得到，啊。那虽然是我们尽量避免去讲政治方面的，但是许多人来讲话就是自作自受啊，好好的太平日子他不会去过，他就会去找一些得一些不必要这种麻烦。我念高一的时候，
当班长，站在我旁边的排头叫做韦启成，他是我们一年级上下学期念完了以后，那个暑假我们被学校呢集合，那时候是才看到报纸的报道，我这个韦启成这个同学来讲的话，是他因为在东港救了，他把人救上来了，年纪跟他一样的救上来，可是呢那种涌浪啊是会卷，他反而被卷走了，他父亲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当时候来讲的话是一个算是有惊动到这个中央的，那我当班长，学校就是要我带着全班的同学到东港去参加公祭典礼，他们封他当东港小艺人，要准备帮他做一个铜像。隔了三个多月以后呢，我又再带大家去一趟，他铜像在树立在这个先以前的旧的渔港那里，啊，那我也带着同学。我们哭啊，很难过。那因为我们很要好，他又长得又很像老总统，哦，他好像我们通通都是李光头在念南一中的时候，他的志愿他就是要当总统，他做到了啊，他拥有自己的一个铜像啊，哦，就是总统有铜像嘛，其他人怎么敢有铜像啊？那南一中来讲的话，是专门失掉了这么一位很优秀的一个学生。那我们班上呢，就因为有空出这样一个名额，有人进来。那进来了，念了两个礼拜，他就转到社会组去，因为他家境的关系，他需要念奖学金呐、啊。啊，这个家族的大家太竞争太激烈了。然后毕业的时候来讲话，是我拿了三个奖，啊，我第一个奖是呢体育成绩第一名奖，啊，他是南一中田径校队的队长，我出去比赛拿了很多的奖牌，然后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是我得到草心成绩，这个是最优奖，因为拿了奖，他参加合唱团，这是不是一家，通通都是破表。第三个奖是才是全勤奖，我很佩服自己，居然三年，应该有生病啊，可是我没有请假就是了。然后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念了两个礼拜再转学的，这个同学来讲，他得到了全校军训成绩第一名奖，他上台领了以后下来的时候是在讲的，说哦，我可以当三军统帅，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很随便，好，很妙啊，很妙啊。那我当台北市市政府的这个法人代表到捷运公司当董事，是陈水扁当市长，可是不是他找我，啊，是另有其人找我。然后进去来讲，他发现就是说，啊，董事长就陈朝威。陈朝威是革命时间研究员，我同期同班的同学了。那我那班来讲的话，是出了好几个部长，啊，是专门在培养。但是我跟有关大人讲过，我这一生我不从事政治。那当他们有些什么困难的时候找我，我都完全义无反顾，不拿薪水。所以像捷运公司来讲，给我的一些车马费，我通通都是捐掉。嗯。赵雄会赵副总，他父亲家，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部，他刚从新竹过来，非常感谢哈。那人生来讲，他是在不同的阶段哈，会认识很棒的人。那今天呢，在这里来讲，他是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我还是要强调，我非常的感谢。
非常感谢，感谢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话，这个磁场互相的吸，互相吸。后面来讲是还剩下大概有20几分钟哈，我就把后面赶快把它讲完啊。